是由甘肃省酒泉市管辖的一个县级市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，河西走廊西部，东连嘉峪关市和金塔县，西接瓜州县，南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为邻，东西长114公里，南北宽112.5公里，辖区总面积1.35万平方公里。截至2012年，玉门辖4个镇、6个乡、3个街道、2个民族乡，总人口18.9万，其中城人口10.1万人，农村8.8万人，全市有汉族、回族、蒙古族、藏族、东乡族等29个少数民族。2012年，玉门实现地方生产总值130.26亿元，较2011年增长12.2%。